真感谢上帝，伊愿啊，因带中国大学的校务，就是南部小读书啊，伊搁一摆到伫咱中间，利用上帝的话来教示咱，伊所今日所讲的信息是基督徒的团结生活，基督徒的团结生活。今仔日大家平安，真欢喜，通和咱见面，搁做伙来敬拜上帝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只是安静伫你面前，求你的圣神踮伫阮中间，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，来动工，来教示阮，来帮助阮，让阮明白，当阮做伙伫敬拜你、服侍你。也阮做伙伫即个社会中间，用基督徒的身份伫生活的时，阮就怎样同心来见证你的听伫阮的中间，求你的心甲阮三个弟弟来帮助阮，基督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成做基督徒，咱就加入这个团体，团结这个时间。并不是只有指一个组织，也不是只有指像我们在教会在说的青年团体、少年团体、妇女团体、少年团体等等，有加入这个团体才叫做加入一个团体。其实团体这个意思，对于新约圣经的希腊文这个文里面来的那个意思，后来在英文里面的 fellowship 可以做伙来表达出来，就是互相的交配，互相的交配，在一个团体中间建立彼此的交通，互相分享交配这款的关系。所以有当时有人会问讲，啊，恁是安怎要叫做团体，是安怎会叫做社团？啊，阮在学校里面嘛，搁较容易受人问这个问题。哦，为什么你们带的不要叫什么社什么社啊？那么叫团契啊？团契到底是什么啊？阮底下的讲起就是，这个互相交配、彼此分享的关系、彼此关怀三听这款的关系，就是咱咧讲的团契。圣经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节，底下有一个字眼，就是这个团契。底下波罗先生，唔是约翰一书的作者，伊底下安尼讲，约翰一书第三章，第一章第三节，伊讲，阮将所看见、所听见，予恁知，要予恁得阮的交杯。哦，你看伊讲着交杯，各阮所交杯，就是甲杯。以及伊个囝耶稣基督，咱伫个看到即节个圣经，讲到两摆个交配，就是头头咧讲分两年，即是现代中文译本个圣经直接把即个交配翻译做传给，伊安尼讲，讲我们把所看见、所听见的也传给你们，使你们能够加入我们的团契。这团契就是我们跟天父和他的儿子。耶稣基督所共享的，所以换一句话讲，甲咱的天父、圣子耶稣基督做伙交配的这个关系，咱每一个人拢有机会加入伫伊内底，当咱成做基督徒，咱就要加入伫这个交配关系内底。所以伫遮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节，就是讲信徒甲信徒中间。爱有团体生活，信徒甲耶稣基督中间嘛爱有团体生活。咱来讲就是安尼，假使咱若明白这个教会，迄、那个意义就是咧讲到这个团体。所以，伫这款的团体生活内面，
咱会当做分享上帝听，咱会当学习彼此的关怀，在生活中间，咱更加会当见证上帝的恩典有伫咱中间。所以伫咱团体生活迄款的和睦同居的里底，咱通重新个别咱的信仰。换一句话讲，基督徒若是有彼此相听、彼此的关怀，就会当对人表明讲，上帝的听、上帝的稳定是伫咱的中间，会当成做会当会吸引人的一个团体的生活。所以伫遮，咱要讲起团体生活两个足要紧的物件，即对罗马人书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。咱会当归纳出来，头一个是彼此担当的生活，第二个是同心学习，做伙来成长的生活。咱下面要甲这两项分开来思考。咱伫做做代志顶端，有个人较坚强，有个人较软弱，这是咱的基督徒的团体内面，嘛是拢无例外。咱真侪上帝百姓的一份子的是，伫伊内面，嘛有个人伫某一方面会较强，某一方面会较强。不过伫社会内面，人为着家己的生存，也是为着伊所顾虑的其他的理由，人常常会只有顾家己，要来顾家己的发展。互较软弱的人伫中间来自生自灭。我最近有一个学生甲我讲，因为伊是一个转学生，伊转学啊，佮转系，所以伊转入到迄班已经是大学二年的下学期，人做伙三学期，伊才入去。伊甲我讲，伊读了艰苦，因为伊无伴。啊！我讲啊，你伫班上即一学期，你敢无拄着什么人和你较讲会来？有什么人会当和你有较侪接触？啊，是授课方面，敢无别个转学生来转学生？伊讲，老师，我是寒假转入来。哦，我听有寒假转入的学生，数目个足少。伊家己一个转入一班，伊要甲人。建立一个观念有困难，哎，讲啊，亲像有两个同学看起来功课嘛袂歹，嘛好斗阵，所以有一摆，伊就甲伊问着功课顶悬的问题，结果迄两个伊讲有一个根本都唔敢讲，讲我不知道了，不知道了。另外一个有甲讲一点啊，哎，要讲问较济。那个同学大家讲，以下我就不会了。想讲啊，未晓，但唔知要问啥，结果见到刚才发现恁两个，一个讲唔知影，一个讲未晓的。老师交代作业拢搞了啊，啊，干那以后搁伫遐，伫默默想，唔知要安怎。咱看起这也是一个社会上，咱常常看到的所谓的常态。人常常为着家己。啊，是无迄个心要去关怀别人，所以较老的无咧照顾较含慢的，出在因自生自灭。总是咱基督徒的团体生活，无应该是安尼。咱基督徒的团体生活，拄进入这个标题，应该是彼此担当的生活，彼此担当的生活。有一个出名的故事，讲到一只牛甲一只兔仔咧比看谁走较紧。这个故事咱拢非常的熟，嘛有人讲是比甲兔仔，无论如何，牛也好，比也好，因其实卖讲走，因根本无走这个动作，拢用爬，对无？啊，这个故事。你讲伊他有可能走赢兔仔，啊，结果到尾啊，伊赢兔仔，因为兔仔想讲迄牛安尼爬较慢，所以
我走一日就到啊，啊，所以一半路我就走去佚佗，啊，算了忝啊，搁在遐困，等到伊困醒，要爬起脚步要走的时，结果看到伊只久已经到终点线遐咧等伊啊。啊，这个故事常常予咱提来教示囡仔，讲毋通骄傲，毋通平淡，爱打拼。啊，认真个代志做好好，这是这个故事，咱常常听到的故事。总是咱若换一个角度来想，走遐紧的兔仔，伊的失败，敢毋是因为伊只有顾家己，伊无咧顾迄个肥了较慢的龟，伊无予这只龟有任何的关怀甲鼓励，伊敢心内咧笑迄只龟。爬遐慢，阮输我的，我凊彩走一下，嘛赢你。所以主人一定赢。所以我咧想讲，假使迄只龟，伊咧爬足慢的时，迄只兔仔，若伫伊的边仔讲无要紧无要紧，你做你稳稳啊行，毋免惊，我会甲你做伴。伊就袂走去困啊，迄只兔仔就袂走去耍嘛，袂走去困，爬迄只龟。到最后，伊一定会赢，伊袂输啦。啊，到最后，恁两家婆伊一定会赢。啊，咱安尼思考的时候，换一句话讲，伫这个运动上较强的兔仔，伊若无看清迄只龟，伊若有真正家己关心，有家己陪伴，因会当成做真好的同伴。所以这个道理用在咱的信仰生活顶端，那是同款，互相担当，互相关怀，会当彼此鼓励，咱会当活出有这款的特质的生活。在咱读的圣经《罗马经》书十五章内面，底下咱有看见，比如讲亲像第十四章十三节，底下有咧讲起。伊安尼讲，伊讲所以咱无得搁三二度意义，恁认可着定着，意思无得用，互人博倒还是太爱的面，系伫兄弟的面前吼。即个咱重点放伫无得互相无得意义吼。你讲别人安怎？啊，咱来甲看十五章的第七节。十五章的第七节，咱头拄仔有读过，讲所以着三接纳，亲像基督要接纳恁，你到永光归的上帝。所以互相担当的生活，头一项就是讲着无互相意义，无伫遐咧讲别人的是非，会当彼此接纳。我会记得西方有一句格言，安尼讲，讲。吃饭的时候，有无看到的人客；讲话的时候，有耳孔在听。我再讲一摆，吃饭的时候，有无看到的人客；讲话的时候，有耳孔在听。我会记得，细汉那时伫阮的厝，我看见一张，迄阵咱的印象是一张图，啊挂伫壁顶。啊，用白话字就写这两句话。啊，迄张图挂伫底，挂伫阮家的食饭间啦。因为咱常常食饭的时，啊，大人在底下讲，诶，什么人因安怎，什么人因安怎，食饭就是罔开讲，罔讲。啊，常常闲啊话，就安尼讲，甚至有诶代志无啥物根据。嘛会安尼讲，啊囡仔坐做迄个食饭，全部拢变听长。囡仔自细汉就伫遐听大人咧讲啥安怎，讲啥安怎。啊，表面上可能大人互相安尼所谓相敬如宾，结果来到食饭桌，伫家己厝个食饭桌，咧讲到迄落伫教会伫外面见着面相敬如宾个
的人，结果伫食饭桌，人阿婆互相咧讲话是反动，咧讲吼，咧讲互囡仔听，讲迄个人其实安怎安怎，注意咱切。即种情形诶，常常咱不知不觉中间，咱就咧忌惮别人，咧讲别人会用老话，啊嘛真侪对囝子诶错误诶教育，所以有即、這个有即两句话，安尼叫人写起来，啊画做一张图，啊互人通搭伫厝内，结果我印象中，阮家搭伫十公斤，哦。吃饭的是有无看到的人客，讲话的是有耳孔在听。其实互相接纳是非常要紧的代志。当咱真正有关心，才有可能接纳。啊，第二项就是第十五章第一节，伊安尼讲，咱这的话人应该着担待话的人。软弱，唔通求家己的欢喜，唔是家己爽快欢喜就好。就像咱讲迄只兔啊，家己自认走足紧的，所以伊感觉真爽，伊稳赢的。迄个只有求家己的欢喜，只有求满足家己。但是咱啊，凡事拢安尼的时阵，咱会真多。让软弱的人感觉真歹斗阵的人，所以彼此担当的生活就是咧讲起，毋是逐项拢爱照我的意思，才会杀敌。啊，若无照我的意思，我就袂爽、袂喜欢，就伫遐讲闲话，还是就无爱去做等等。有当时伫教会内面，咱咪看见有人会安尼，爱造成时间上的压力。佮造成软弱者的感觉。啊，第三项的特色就是爱互相扶持，啊，互相建立。咱会当看第二节十五章的第二节，伊讲咱逐人着互厝边欢喜，互因得着好来建立，互因得着好来建立。所谓的好是甚物？就是对因有帮助的。对因有利益的，会当真做因成长发展的助力，即款的，这就是好。所以换一句话讲，为着要互咱的厝边、互咱的同伴、互咱的兄弟姊妹得到帮助，咱愿意服侍伊。因为咱伫主的厅内面，咱是做伙在享受团体生活的。咱互相是真做一体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六节，安尼讲，伊讲那是一体受苦，百体同受苦；一体受荣光，百体同快乐。即款个结论就是安尼：一体受苦，百体同受苦。一体受阳光，百体同快乐。伊互相的关系是能够条条。哦，咱有时间会当家己去读《哥林多前书》十二章，比如讲，脚受伤，啊手无可能在遐讲哦，啊好佳哉毋是我，嘿，啊，共你做你去艰苦吧。脚受伤，手敢会当较用？手绝对会搁较无用，因为为着脚受伤。安怎？你行路爱用汗，敢免出手？所以手就爱去做伙去担当这款的艰苦，互相扶持，彼此担当，会当应当上帝，佮会当利益的增加。第二项，咱讲起基督徒的团体生活，的第二项要紧的物件，就是同心合力来做伙成长的生活。啊，这是咱基督徒的团体生活表现出来。咱伫遐咧讲到的三交配，这个交配毋是讲干呐做伙食物件、做伙开讲、做伙讲话，嘛包括做伙学习。
学习会当互咱搁较成长，哦，伫迄中间来学习，互咱知影讲安怎相处，安怎彼此来担当。所以有当时有人问讲，啊，囝爱生几个？我上爱讲的就是，囝爱生三个，唔好干那生一个，因为生三个，伊自细汉就有团体生活，团体生活伫遐。互相支援，互相担当，啊，搁对冤家中间学安怎甲人相处，所以我嘛生三个，我知影从小嘛生三个，对无？嗯，囡仔若三个，甲两个搁无共，因两个若一个出去，迄个就无伴。啊，两个若两个中间产生问题，囡仔无人会当伫伊内面做和解输家。啊，若三个。弯来弯去，绝对中间有一个知影安怎互因会当看到彼此的无共。啊，爸母介入无拄拄是好，爸母介入讲恁两个卖弯，恁拢嘛是平行线，对无？恁爸叫你卖弯，恁就袂使弯。我啊，明明两个都气甲要死，总是呐，兄弟姊妹伫团体生活中间，因互相在学安怎相处。学安怎去处理彼此中间的问题，啊嘛学安怎互相担当，啊囡仔伫安尼来做伙生活。所以基督徒的团体生活，毋是只有啉食，只有佚佗、联谊等等嘛定。我会记得我嘛捌看过有团体，甲迄个团体这两字，迄个团内面的砖甲提出来，哦，提起头前。啊，后边说存一个口，甲一个客，加起来叫做食，就是专门咧食，哦，叫做专吃，哦。啊，当然啦，咱知影迄个口甲迄个团的迄个四口本来就无共啦。啊，不过就超工甲讲无共款。啊，讲团体咧专门咧吃喝玩乐的，吼，拢专门咧伫个人鱼佚佗。其实毋是只有安尼啦，定，哦，团体就是做伙同心合作。生命整体做伙的成长，啊，这嘛是一个真要紧的特质。所以，伫团体生活中间，爱会当做伙耍，嘛爱会当做伙学习。那做伙学习上帝话、圣经。我顶礼拜有带一个团体聚会，我甲伊讲，咱来看路加福音。咱来看路加福音，结果我发现。因当场就买个囡仔圣经摕咧，唔知影路加福音伫底。哦，这是青少年的团体，内面有几呐个高中生、高中生，伊唔知影路加福音伫底，甚至因咧刚在圣经早迄个敢若神约的部分去，结果很快唔知影路加福音伫底。啊，我迄阵嘛小可讲呀，想讲奇怪，啊，因太唔知影路加福音伫底。啊，这应该是自细汉就足有机会变着的圣经章，结果原来因为伊根本无咧读圣经。后来我就甲因会长讲，我听你爱鼓励你的同工出来做这款的服侍，叫做灵修板块。每一摆的聚会，带一五分钟至十分钟，看是要用时间讲读经的资料，还是用其他的资料，五分钟至十分钟。带因编一个圣经，啊，带因分享，啊，鼓励因读圣经。罗马经书十五章第四节，伫遐也安尼讲，伊讲因为早所记载的，拢是要教示咱，才来记，予咱对吞论、对圣经的安慰，来得到盼望。所以基督徒的团体生活里面，未当无圣经。所以，假使讲有一个团体，伊组成起来，结果逐摆的活动，拢是讲咱一个月来爬溪头，迄后壁的山，后个月咱来爬合欢山，过后个月咱要来爬奇来山，过后个月咱要来爬玉山。我真正有看到一个团体安尼，
因感觉讲运动健身足要紧，所以逐个月因的聚会拢来安排爬山。我有当时感觉，告诉一个团体，伊的聚会内容拢是在练气、在活动，总是无在读圣经，无在领受对圣经来的安慰，无在对圣经的话内面来互相鼓励，啊来谈论伫现实所面对的艰难，搁做伙来抓条五万向前行。告诉无在安尼做，这个团体。因无在学习，就无容易做伙成长。所以基督徒的团体生活，爱包括做伙读圣经，用主的话互相激励，搁伫生活中间打拼，才安尼去行，安尼会当做伙成长。啊，伫咱今仔读的圣经第五章到第六章，伫遐咱也当看到基督徒。爱彼此同心，用同一样的心志，学习基督的模范，用咱所做一切的工来荣光天父上帝。啊，这种的道理其实足简单嘞，嘛足浅嘞。问题是咱有去做无？啊，咱做偌济？哦，所以基督徒的团体生活。就是爱学习上帝的话，让咱家己日日进步。啊，这个学习更不是家己学，这是做伙学，做伙在进步。我会记我做新学生的时候，伫一间教会，啊，阮拜六去一个家庭探访，迄个家庭太太有在做礼拜，后生有在做礼拜，啊，丈夫呢无在做礼拜。啊，伊甲阮讲，有啦，我都有在做礼拜吼，伊、哦、是讲华语的。伊讲我都有看电视做礼拜，原来礼拜在嘛有做礼拜的节目，迄阵了无好消息，吼、哦。啊，伊讲伊拢有在看，迄个电视节目，迄阵是寇世元，节目叫做《天人之间》，伫礼拜日在直播。伊讲我都有看那个做礼拜。我迄阵做新学生，我真正毋知要哪甲伊。啊，阮做咧去，张乐打哈哈阿妈过。我后来一直咧想这个问题。咧厝看电视，内面的礼拜节目，安尼来做礼拜。伊讲我拢，我嘛专心对伊行，安尼是毋是有够行？哦，其实基督徒的生活，就是咱直接讲，毋是家己学。爱做伙学，做伙进步，做伙敬拜上帝，啊！伫真道顶关互相扶持，互相担当。所以咱咧读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的事，伫伊内面，咱嘛讲到信道相通。这个信道相通，嘛是咧讲起，毋是家己通就好，是爱互相做伙通，做伙分享。做伙学习，啊，做伙来成长。我会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，我看过一本册，那本册其实是一个杂志，吼、哦，把伊内面精彩文章甲收集出单行本。啊，我伫迄内面读到两张的批信，这两张批信，一个是阮厝边的兄弟，伊读高职，吼、哦，伫阮厝边的。社会内面的高职，啊，成绩袂歹，迄个时代要有迄个保送读大学，啊，入去到大学，伊读到非常的辛苦。啊，另外一位是甲伊同班的兄弟，是通过联考来入去大学的。啊，这个兄弟真有贴心，因为这个原住民的兄弟功课是真重，后来点点啊讲。全无爱读啦，啊无爱读，伊嘛无去办休学，啊嘛无甲别人讲，啊就点点啊，点点啊走回去。啊，甲伊同学这个兄弟，发现伊无去了，啊就
咧回想啊，节目偌久，伊拢咧讲一寡较消极、负面的话，啊，甘会无爱读，所以就走去山地，去甲这个兄弟找倒来，甲伊鼓励，啊，甲伊协助来复习功课，看伊倒位袂晓，阮有哪甲教，啊，当然嘛，甲伊做伙祈祷。啊，这两张批信，有一篇叫做《孤独城的絮语》哈，所谓絮语就是，对伊来讲，就是有一寡心内的话，啊，甲写写出来。啊，另外一篇叫做《给你我的弟兄》，啊，我迄阵读这两篇，我其实非常的感动。大学的时代，伫迄内面看到讲。这两个兄弟虽然伫无同的族群背景，啊，总是彼此的扶持、相听，互人真感动。啊，迄、那个原住民的兄弟，伫这里另外这个兄弟协助下底，伊迄学期本来荒废掉的功课，到最后拢有做倒来，安全来经过迄学期，所以写出一篇《孤独城的序》。所以，咱基督徒袂当只有求咱家己的进步，咱嘛袂当只有伫俗世嘅代志顶面伫进步、伫发展，咱嘛袂当只有用讲咱嘅事业偌呢发展咧讲上帝偌祝福咱。其实基督徒爱互相扶持，做伙来学习主耶稣，做伙伫真道顶面来进步，同心来应跟上帝。来利益的进来，咱讲这就是基督徒团结生活的第二项要素。啊，当然，讲到基督徒的团结生活，其实要有真侪其他的特色。总是这两项的要素，若有这样的特色，拢足自然，咱就会甲画出来。比如讲，互相的真和谐，啊，做伙拍拼拢有愿望。啊，常常做伙娱乐，生活中间充满欢喜，充满平安等等，这些拢伫咱有甲头前迄两项要素，第一个是彼此担当，一个是互相扶持，做伙成长。咱这两项有做到，这些拢真自然，咱就会来画出来，自然会伫咱的生活中间会充满三听的见证。所以注意安这。咱来教会，咱毋是一礼拜来做礼拜一拜尔。教会嘛毋是只有是伫即栋建筑物内底内底。基督徒的教会是伫咱的生活中间，伫咱的社区的中间。所以你踏出家，等你到你的社区，因好教会就到伫。你去到你工作的所在，因好教会就到伫遐。当然，主要所祈祷的教会，嘛伫你的生活内底。啊，所以咱的教会生活应该是团体的生活，是当属的主的这个团体，所以咱叫做团。啊，互相有性命关系结连，啊，这叫做客。啊，用中文来讲，迄、那个团客就是安尼的意思。所以咱用彼此担当，互相接纳甲扶持，互咱伫天路的历程中间，咱会当做伙学习，做伙进步，来见证咱的主是享受咱活命归来的主，互咱会当归向更伫天路上。所以注意啊，这当咱的教会有牧师的时阵，真侪时间用牧师做中心在运作，当咱的教会。无牧师的时阵，咱的时间是毋是同款？会当用彼此担当，互相学习扶持。啊，虽然会当了解，毋是家己比别人较好，做伙用团结的生活，安尼来咧运作，来咧做伙敬拜上帝。啊，伫咱互相的关怀、帮助内底，互咱的教会时间。
继续向前行。伫迄中间有失志，有跋倒，恁心倒地下地，嘛拢同款会当因为咱互相的关怀来行过这个因的生命中间的黑暗期。所以注意下这，咱来互相的话，正做咱生命的中心啊！伫教会生活，伫家庭的生活，伫团体内面，咱拢做伙学习，互咱的教会正做上有生命见证的教会。咱当心来祈祷。主，我感谢你，我所领受这几位的圣灵在，拢提醒我伫主的内面。我们互相交配，互相鼓励，互相扶持，做伙学习，做伙成长。愿你的心甲阮三个弟弟，也互阮时时得到激励，也互阮伫每一天拢愿意照安尼去行，用阮的性命来见证你，对你来稳定甲疼痛，拢伫阮的中间。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圣名。